一定要拿军人证件，你只要穿军服，哎，一样的优惠。日系连锁素食店业者大方邀请国军，店内用餐或外带，通通享有9折优惠，不用怕民众投诉，长官全力相挺。只要是执行公务除外的时间，你都可以穿军服，让我们军人。穿军服是一种荣耀。我当兵，我荣耀。93军人节即将到来，经济部号召餐饮还有超商等店家响应，推出了军人优惠，获得回响。商业司的同仁呢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串联了我们这么多业者，而业者呢，其实心里面早就存在的想要对国军。表示一点心意的想法。为了响应这一波活动，业者寄出纯优惠，没有预期能够带来多少商机，用满满热诚要响应国军。只要在活动期间内，一直到9月5号，只要你具有军人身份，无论是自己或是携带家人到指定的店家消费，都能享优惠，欢度军人节。人间卫视张玉成、郑正宗台北采访报道。